一条白成竹叶青，剧毒所来的哦。大家看见的话，要远离它哦。这肚子饱饱的，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。嘿，看见我吗？请不要模仿我这样拍摄哦。嘿，嘿，走啊。嘿，饱饱的，吃饱了它行动不方便了。要是金环蛇遇见的话，就成为金环蛇的盘中餐了，还不走？大家遇见的话，要远离它哦。虽然它吃饱了没什么攻击力，但是被咬到的话，非常疼痛的，严重的话也是会致命的哦。大家野外要注意小心一点啊。这条虽然很小，但它大概能放倒100多只小白鼠的。咦，咦呀，还打哈欠呢，一獠牙。太牛逼了，身体还抽搐一下，挺可爱的。不理他了啊，走吧。一只猫头鹰，看见吗？在这里，我们这里叫鬼鸟了，不赏鸟，夜猫子哦。Good。Good, good. 往哪里看呢？这边看。不伤害你的，仔细拍摄哦。还拉着一坨屎，眼睛红红的。猫头鹰，我们这里叫夜猫子哦。哎呀，你上去了。那边还有一只在叫，咕咕的叫。看看，这就是鼻涕果了哦，可以吃的，很甜的。哇塞，太多了！啊，看，啊，这个皮不能吃的哦，啊，这个皮不能吃的。要吃里面的东西，甜甜的。哦，太多了。哇塞！这是一只爆珠哦，被某些细菌侵袭了，变成了僵尸蜘蛛哦。看看，一只大红蜈蚣抓住了一只蛙哦，牛逼哦！一只啃食，这蛙没什么生命动静了啊、哦！哎，兄弟，给我一口啊！哎呀，可能它太饿了，一直不放。原来是一只啄木蛙、哦、牺牲了，大自然生态就是如此了、哦、哎，就不打扰它了，让它好好进食了。走了。一条大黄黑鼠蛇，那钻进去了。哎呦，这里很多毛啊，鸟毛，可能是被那些老鹰给吃了，骨头都不剩了，只剩下这些毛哦。哎呀，这里还有个嘴巴，很像那个乌冬鸟，乌冬百蛇鸟。哎呀。这里又有一条剧毒银环蛇在觅食哦，慢悠悠的钻进去了。剧毒蛇不要靠太近哦，遇到的话要远离。就在这民居附近这里哦。